满地银鞋野花蹦蹦蹦，尽量可以过去摸他就摸他，因为你都一直蹲着，所以你要防一下这招。看你滚过来呀、啊！对对对，不用别不用那么怕，不用那么怕，你主动一点进攻，他就会骂脏话的，你要主动一点。对对对，你太被动，他就一直过去，你就过去吓吓他啊！不要过来，他就会骂脏话。你是看着他多小的 DOD 啊？哇，为了教你，我看惨了。刚刚那边教你，我做了很多笔记，我都把他的习惯学起来了，我才能化身麋鹿跟你练习啊，不然他都不跟你练习，很过分。我刚才看了他一个完全本音的骂脏话，完全学会了。你还没有打到我那个骂脏话的程度，哎，你现在还没有打到真麋鹿的出现，还没有打到，差一点点，真麋鹿的出现快要了。对对对 ，OK OK， 都还没有让我猜拳，第一次最怕猜拳了，叫你白眼点，太过分啦！完啦！我好怕猜拳啊，对战墩墩打他，对他很怕猜拳，他会想跳。偷偷啊！坏家伙！真的，麋鹿很坏，麋鹿这个怪怪的角色，偷偷地，不能偷偷，偷偷不能偷偷，偷偷的不能偷偷。我要撞你喽！不可以！哎呀！那我要划你哦！划！啊！你被骗啦！你还敢被骗？你骗我！你还敢被骗呐？骗呐！偷偷！小偷偷，我知道！哎呀！哎呀！漂亮！哎！哎呀！啊对，过来猜拳，偷偷！哎呀！别别偷！别！不行，不可以！哎呀！不可以！旋风了吗？西夫参战了，麋鹿还在找队员。请问现在是我可不太懂你在讲什么？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在玩快打旋风吗？是我不懂你在讲什么，还是你脑子空空，头脑派给你们在那公三笑？嘿嘿，统治世界。